少呀？好呀。这是你的第几节攀岩课？这是我的第三节攀岩课。那你现在什么水平？我现在就是上得去，上得慢，就是反正是再上去。哇，这个他好厉害，我有点看你有点难。有，这是你经常做的项目。拖鞋不跟脚。还是在喘的哈。就是我平时拉伸项目的力量吧，就感觉拉伸就是运动本身。我们可以结束了，这节攀岩课结束。那我们走吧，走，我射击去。对，没想到这个热身还没有结束，因为张宇哥说他冷。黑色套层下面有一个绿色的，这个线怎么办？变大变大变大吗？它们的中间点不一样。其实过了第二。那个哥哥，我想下去。妹，右脚到底儿，到底儿一下。哦，你好像特工啊，还这样下来。太难了。这个不是保卫亚的感觉吗？哎呦我的天，别害怕别害怕，一点也不高，真的很我们在下面没有资格这么说。我们下面让老哥也不怕的。别害怕别害怕，哇 你很厉害了。我一个颜色呀，不踩同一个颜色也可以的，你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想。对，先到点，这把先到点。我看着你马上，我马上到顶了，马上就要到上面了。我很烦。哎呀，你十米的都爬过了，我说你十米的，你十米都爬的可厉害了。我问你，你东北口音出来了。哎呀，马上了，还有几个就到了，别往下看，别往下看。加油加油！挺快啊，挺快的。哇，很厉害了，已经超厉害了，超厉害。我到了，到了，到。哇。你还是特工的下法，牛哦！很厉害，是真的很疼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开机开慢了，哭了，就哭了，真的，没，真的哭了，真的是蛮疼的，没有，哎呦，没事，张总，你六点一个课的是吧？没事，你不上？我上，啊。
我听你不上，你不上我也上呀。这感觉无法言语，疼痛的不对。哎，怎么这么娘啊？上次没有受伤。上次是腿。上次你没有拍到我，当时两个腿都是紫的。后面都变紫，就黑色嘛，就第二天的时候，天哪！然后当天晚上我去走秀，然后那套衣服呢，上面遮到这儿，然后下面袜子遮到这儿，就把膝盖露着。然后帮我 P 图人就说：“这姑娘这个膝盖怎么弄？”我说：“攀岩班的人都说你别弄了。”谁相信你去攀岩班了？我真的去攀岩班。